觉得爸妈跟陈威宇兴趣最一致的时候，除了电脑以外，就是玩水、玩沙、抓螃蟹那些。这边有蛮多你的那个，你看，啊，你有看过了，所以如果你我的什么寒假需要什么活动的话，你这边有你照片。我就曾经很好想要，虽然玩破译伞，他很害怕，可是他还很勇敢的要完成。那时候心脏跳多快，他心脏跳很快，然后跟他讲这么多，他都会讲。